这次玩这个梅兰大众 Rush 啊，也是一个消消乐，五个或更多的宝石啊，当然同样的能消除并解锁更多图标，以及每次消除左边那边会往上移动一格，有时候会有些其他奖励效果。最顶上那个第十二格啊，是250到2000倍的奖励，但那个不太简单。目标啊，就是拿一免费游戏啊，在第七格。老规矩，快进到我这个出免费游戏之前啊，这种有免费游戏的都是奔免费游戏去的。但是理论上你可以没免费游戏把上面那个1000倍拿了。我觉得有那功夫啊，你可能出了至少30-50个免费游戏了。你看那么一大片，才2.3块，左边那里啊，第一格总是没有奖励的，你至少要到第二格啊才会有些奖励效果，而能直接消除到第二格的，10盘10个左右能出一次吧。侥幸获得了免费游戏，还能继续消。还有这个版本，我图包换成哇老师特别厉害的一个事儿啊，哎，300倍赢了。这是中高波动，这家老虎机我赚了15400，肯定不止哈。算是拿着一个超过200倍的赢奖啊。当然我这个指的是实际赌注啊。你花100倍赌注买一免费游戏，赢了200倍基础赌注，那个按2倍算，不按200倍算。比如他这有各种挑战啊，啊，要你赢多少多少倍。你这买免费游戏呢，他这个就反正按你实际的下注本金算，比如说你花200倍买免费游戏，那要你赢个3500倍，你就需要赢一个700000倍的基础赌注，你就为了根本不可能的抽上限了。这免费游戏我觉得挺悬的，看左边那列，左边那列都有点好东西啊，比如说随机给你8个10个 wild 啊，把我图包换成 wild 的，或者是翻个几倍的，这有，但是它位置都比较靠上，不好拿到。是这次拿到了这个5倍，再来3个免费游戏，不来。没有，又没有，这什么东西？左边那列再厉害，你实际赚不出东西，第一步走不出来，都得完蛋。只有走到这个第5格翻5倍，数都不大呀。可能还是前面的300倍是赢的主要部分。
也是，这免费游戏呀、啊，我也觉得它到了300倍的预期，可能大几十倍到头了，或者100多点，也可能有200倍，但反正应该到不了300倍预期，我估计。这结果老是比我想象的要好啊，到了好几次这个第五层，就是数都挺小，戏牌二有600甚至300倍的奖励，换一个游戏啊！这次我想着不太耐心，我赚了340-400啊，没出来这免费游戏。然后我直接花了150倍赌注卖了一个。敢这么买是我知道这玩意儿，我玩了20-30个试玩的免费游戏，我发现它波动性不太高啊，甚至我觉得有些低。你这个买是150倍赌注，你这个经常能拿回的70-100倍的赌注。回本就下限相当的高了，这玩意儿得加大一阵子。为啥没多整点这个免费游戏？我这个只试玩，是我这试玩是玩的有点少，主要是这弄得4-5分钟，你知道吗？啊，3-5分钟。你换一个别的厂商，你开一个什么超快速模式，可能半分钟你的免费就赚完了。这个重赚呢，不要问他是怎么赚的啊，我也看不懂。你看上去啥也没出来，然后突然这儿就冒一数字，然后那儿冒一闪。然后它有一个 final game 啊、出发的前提就是你把这25分填满啊。那想说一次啊，我花一整小时去买免费游戏，我看也不一定能得这个啊，一小时能买12-20个，那速度摆在哪儿？你再怎么点，再怎么快进，它还是速度。三个格子各加5，然后合并到一个格子。但这是要触发 final game， 我们需要把格子填满。你这格把我4个格子合成一个格子了，虽然多了20倍呀、啊。啥也没出，然后突然也不知道哪儿蹦出5倍，那鸽子，那20是永远能出来最大的数，别搞我啊，别在这儿倒了。
因为你要过了 start 能奖励一条命。出骰子不行，必须出一个数字的框才能重设到三个重置。现在这一条命就有用了，当然这三转可以连续什么都不出，就完了呗。出去的32呗，那就算回本了。150倍，辅助买免费游戏啊！完了，赢了165倍，赚的挺少的。但是啊，比亏的要好。买免费游戏是有风险的啊，尤其是要考虑一些波动性，请谨慎操作。这个 Hand of Anubis 啊，这个波动性是相当高的。但是我当时呢，我并不知道这个，我有些无知，我带着300-400倍本金就上去了，啊，然后中了一个判断啊，这玩意儿英文是 judgment，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中文翻译成了判断啊，我本来在手机上玩的啊，但后来发现情况有些神奇。赢的有些多，我就给用电脑版给他这个，我就手机那边退出，这样他们那边不会自动完成。人家开始出100倍，都加100倍，这样直接就回本了。对，然后我这个就可以向电脑版这个重放这一局。但是我手机上我当时那把也没玩完啊，所以其实我这个也是只知道一部分结果。我就知道前面出了一个全局加100倍，直接开一个这把是200倍赌注，波动性是高啊。还有另一个叫阴间的哈，129倍赌注，波动性是很高。这个啊，就是出一个冰块赚100，现在就。这1000倍啊，不是，我希望这已经有了。全局翻5倍，这现在来一个冰块就是500块了，500-600。这再来2-3个，这就2-3000倍，然后甚至还有封顶10000倍的可能性。只需要再来一个冰块，这那就是500倍赌注，至少。没有。那行，我这个赚了17400左右了吧，算是拿到了一个1000倍及以上的赢钱。这个的确是一块一赚直接出来的判断，而不是买的。它这有一个记录可以看。投入是1块，我可以再拿另一个游戏试一下。
当然是我这个玩的最多的 Times Venus 了。我觉得你要直接拿100倍赌注开一个免费游戏的话，那么他这个记录这个赌注会按100起啊。我们开一个试试，这看着不是特别好啊，可能要完蛋，把可能去掉啊，把药也去掉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完蛋。我赔美业了，就会做一个实验看一下，得投出是100块啊，所以我前面那真的是1300倍啊，那样并没有买免费游戏。